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者极都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交忍辱，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可。而为上述，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故等十六正士，所谓善知为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船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而为上述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诚恳正觉，舍都率将王公，继位出家，笃行学道，作知事前，顺势兼顾，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沉醉正觉，天人归养，行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见，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三苦，升灌顶接受菩提记，为教菩萨作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一善万事现众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只诸菩萨亦复如是，供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夜魔见光，解诸缠缚，远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度，善地方便，显示三身，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身禅定，悉睹无量诸佛。
理，开化显示真实之境，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离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请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故佛种性常始不绝，心大悲明有情，眼慈便受法眼，度恶趣开善路，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计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经，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精信士七千人，精信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共大会，那叫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归光各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引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眼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助其特法，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来尔，愿为宣说于世世尊道阿难也，善哉善哉，汝为哀悯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汝今思问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愿悲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已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世，光传道教，欲整群蒙，为领真实之理，难识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汝今所问，多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起，助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慧就畅无尽，离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帝君三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我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世老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发无上真正道义，济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与世超异，信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情愿即念为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于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解脱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
就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律，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焚杀者，不如今永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能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请决定坚固力，唯佛圣智能正知，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地理，法藏比丘说此记忆，而白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举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冤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亦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也。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彼，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未当克果，我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觉，精进佛国如应自舍，法藏白眼思意红身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法，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国之极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谨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诸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宝石，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具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设受彼，不亦是自在往如来所，即手礼主，绕佛三匝，合掌而出，白眼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精进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八大誓愿第六，法藏白眼，唯愿世尊大慈听法，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今受冤悲软痛之累，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罗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之时方去来，现在之时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尽，故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菩萨周遍群力供养诸佛者，故取正觉。我作佛使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寂静，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使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生诸佛圣与日月之名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使寿命无量，国中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劫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恭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使十方世界无量刹诸无数诸佛，若不共称赞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使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自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回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使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不以善根为相，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应现其现，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故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使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知众得本至心回向，欲生极乐，无不遂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回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使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念万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使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依，以精进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分。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使国中无不善品，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助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肉尽比丘。若其想念贪计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使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语如钟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使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不住，足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是盖，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随身他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身主，随意休息，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使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使国中万物眼睛光明，形色诸色迥为奇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几种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使国中无量色数高过百千有寻，道场数高四百万等，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见国庄严。
其里宝树尖尖，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有观只有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吉祥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戴德清净解脱苦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真离生法波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诸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定时，不过一二三日，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对转者，不取正觉。一准正觉地及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不为大师子普及诸穷苦，愿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一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其圆满，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彼，彼欲生正念，尽会修梵问。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法，消除三垢明明记众恶难，悉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地色诸恶道，通达善趣等，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外智所亲持密品，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师子某，广度诸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成佛。思愿若克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光。我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欲妙花已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劝其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语，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果开过广大超生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于无量劫积智德心，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一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心即进行，远离虚妄，依真谛本执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为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眼爱语，劝欲侧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传举之心，庄严众行，为观具足，观法如花，三昧常寂，善不口业，不积他果，善不宣业，不施欲语，善不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托。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你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好心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住无量妙香，犹如旃檀又波罗花，吉祥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住无尽之法，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
丘地，有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至尊告言，彼国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当以咒愿度生现在西方，具莲菩提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在，有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报，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是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礼花盖上，佛已却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念：念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道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舍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指引。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戒严禁第十一，佛欲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雨淋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垦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三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极虑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即是天王天及刀立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魔多衰，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我欲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生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佛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地，其佛神力故能而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过处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许，或百千万亿有许，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等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虑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乐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于是光者，垢面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子，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成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于
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加持十方众生七成圆觉，一一圆觉受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皆悉智力悉共推算彼佛为众生闻之数千万分钟不起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七为百分，岁如微尘，以一毛成沾海一滴，此毛沉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沉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亦可为以算计，譬喻之所能诸宝数遍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诸宝数，或成金数、成白银数、琉璃数、水晶数、琥珀数、美丽数、玛瑙数，唯一宝存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花宝化作，或有宝数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数复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存，各自一行，行行相知，君君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是金风十八出五蕴生微妙中章，自然相得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十五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是负二十万，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微遍照，富有红玉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聚宝所是珠宝珠金珠璎珞周匝条件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是无量光眼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因而现，微风徐动吹出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不变诸佛果，金川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吐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出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不过三种忍，一因强忍，二柔顺忍，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为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天福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水一皆七宝自然化成，故有白珠摩尼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清行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行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湛然相解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及香果树，花果恒光光明照耀，修脚密叶交互于此，诸种种将是无能御，随风散布，盐水流奔，又复持是七宝，地布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摩陀花，奔陀利花，杂色光茂，迷雾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欲知足者，欲知细者，欲知腰翼，欲知紧者，或欲观身，或欲能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月体，静若无形宝沙，映彻无声普照，围栏虚伪者，相关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
生生波罗蜜生至其极尽生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心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生得闻如是种种身体即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依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自然化生其受情趣之身无其之体不闻三毒恶恼苦难之理尚无假设何况是古代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前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名古其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名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道立天王又不丑配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眼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及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费阿难因之无量寿国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部自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足得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佛祖宫殿不是香花般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时时七宝国其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舍利正觉而无变对身心柔软无所畏者是以化去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才称其形色宝网迷雾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环绕尽其眼里楼观南神堂与方阁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虚起追逐罗网及众宝树诸微妙应演说古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极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随风出其身安若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心定护吹其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处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居以完不如是过时时候即花自末大地清净根于心花随其世界环复周遍一切无异如是六本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一叶及花光明无量主色金色金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体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一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一佛身色紫金相宝殊德一一诸佛右旁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宝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正极果第二十二父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彼不无著作家事以一切足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须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即不定具不能了之见利彼应不十方国占第二十三父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界中如红沙河各处广长舌相
相放无量光，说成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何以故？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一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以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其随彼国往生其国，便于其宝花中自然化生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聚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凡是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具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自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心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自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声声法即生清洁，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国，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自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与自令得安乐，一念西方阿弥陀佛，悉彼国土，世人命中如果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速得闻法，永不退转。故此阿难，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了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心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故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自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迁徙，不得终悔，不得无义，要当孝顺至诚忠心，当心佛心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守戒，欲得度脱，昼夜常念，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义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法。第二十六故自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皈依瞻顶，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方宝盖，依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诵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广礼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亦复人，显引尊重心，共诸真妙，共唱八和雅音，歌叹最深尊，救大神通会，流入身法门，闻佛圣德名，安稳得大力，种种供养，
修无缺卷观彼殊胜照微妙乃思义功德古庄严诸佛国难彼因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微光环绕佛山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位时为一切众不心生欢喜佛语梵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期之彼愿至久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之主如影像恒发无始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即佛本愿体闻名欲广生自知不退者菩萨心之愿愿己国无异土愿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共施万亿佛挥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国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遇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请父老十方无边际刹供养诸佛八相传翻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是所有以供诸佛及菩萨众及所参花及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是有旋如是转变乃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自化没若不更以心花从善前所散花中不复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为妙音歌叹佛得今须臾间还其本国东西即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到即时相逢随即宝处诸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妙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几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国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不善修习不善摄取不善成就故大智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都是彻天八方上下俱来现在只是诸天人民以其愿悲染动之类心意善恶国所欲言何时度脱得到往生皆欲知之又彼国刹诸生闻尊声光一旬菩萨光明照百由旬有二菩萨最尊第一为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第二菩萨即号云何佛也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藏在阿弥陀佛左右于是十方无量佛所随行者道现居此界作大力口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弘身第二十九菩萨阿难彼国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普助为主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甲胄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随身五浊恶世至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恶趣生生之主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命皆是往生极佛悉令得离顽道作菩萨则令悉作佛即作佛语转相教授转相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离顽道当作佛则不可生至彼国国中常如一花不为增多所以者得犹如大海为水中往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因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佛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等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不失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生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不自阿难彼国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故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位无故于喜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足肉眼见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外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之
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诸分别远离颠倒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比我为念之想何以不比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外慧解法如如山之极灭因生方便不心起彼要在争论之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生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之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处神通得以圣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集至红身地如去海菩提高广欲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即心皆白犹如雪山忍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雷震觉未觉不欲甘露法润众生故光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离染污故如离居树呼应大故如金刚杵破邪执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即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怨求法不倦戒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愿睹其法古见法成要为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其定明法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舍诸爱着勇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离诸身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共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福典诸圣吉祥堪受供养乐意欢喜穷猛无畏真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语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经遍道长远而成净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国大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子何不立为三天道之自然出入供养观经寻道行要求体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义无懈止外若持缓内如是己融入虚空是得其种种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解决无有爱贪痴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何正不悟清且随经约令不敢错别若与神魔邪为道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畏虚空无力但安无欲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安爱慈悯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惰自然保守真真洁白志愿无上精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皆胜于单纯祈祷恒染成万物光精明具出上好书无底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清净去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果恒解离五趣恶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利为自然所坚随捐至若虚空勤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老老又无常捐欲则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己既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年积虑为心总是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悠悠衣裳于私欲及等事巧具有悠悠回肠水火盗贼冤家在土门票结果消散磨灭心缺义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着贫富同然忧苦万根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己有无相通无得贪心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莫使亲真有所回怒后世转聚至诚大愿世间之事分享欢爱虽不临时应吉祥过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带着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喜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苦尽各作自身于神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文明体多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欲快意迷于生畏贪欲财色终不休止爱在可成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欲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心为无有
有事更相战士举子见之或父姑子或子姑父兄弟姑父更相顾及一死一生别相顾恋忧爱皆苦无有解释思想很好不离情欲不能生死守纪专精行道年寿玄金无可奈何过道者众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为妄心事为逆天地自意见及更多其受下入恶道无有出息若朝当守时机远离众恶则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其精进生安乐果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归故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眼佛语教戒生生生生皆蒙慈恩谢多有古佛为法王尊超群生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生彼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事当念佛戒断无语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永护三界无所挂碍开始正道度未度者若早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六苦不绝生死苦痛劳役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苦尽无可乐者一自觉断行主心垢言行中心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者将整机之心求愿积累善根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皆可后生无量寿多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故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以稳自为过就生彼遍地七宝城中于五百岁受诸恶缘弥勒白眼受佛名为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十二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中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五恶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五恶具苦通离五烧想化其一定持五善或其福德何等为苦其一者世间诸众生愿欲为众恶强者不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别相分担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且孤独聋盲喑哑痴恶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有素世之教诸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先世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感行一道故有离离禽兽渊卑软动之子譬如是法牢狱巨苦其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且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三恶未当归自己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交纵任心自自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从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谎称谓于此欲自后起欲贪多有利害顺服结奔成仇国家往生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礼爱好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戒无一随者善恶或苦罪律所生活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增放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恭敬消散不举神明克制中入恶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应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万一被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忧恶交结聚会心病相法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危及妻子及身作乐中共增念望而古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尽致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舍恶果妄言给予增积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无心难得成子尊贵自大为己有道奉行为师敬意于人遇人未见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引目今世为恶福德见面受令中尽诸恶绕归又其名己记在神明良久牵引无从舍但得前行入于火火身心摧碎神情骨疾当时自是悔悟何及其无者世间人民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方自由善当久是内如物体土不
是人且无欲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恋，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意，意恋生果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中，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于已，无欲及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委屈交卷，无欲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于后将何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争，生子当知无谁担责，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徒活之耳，教理开示信心则走，生子不修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去尽，故有自然三毒无量苦恼，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毒不脱，或喜无得，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汝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第二去，或起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是中见之，或于寿终入三恶道，着痛苦苦，自相交染，共济冤家，更相杀身，从小为起成大混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恶运自快，无复屈指，是欲所迫，或起真谛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是无己，随意我灭，天道之争，自然究极，种种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与熟知，为之各自端守，众生不改，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门，当离三苦，忧不苦痛之道，若早就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不随时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端，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毁在后，为师不弟，王起功夫，如品德宝。第三十七，汝等广自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顺在无量寿，佛为善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上少恶多，因苦食土未尝宁息，无爱汝等苦心，为欲受以经法，悉此师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者相教与自相约，解脱生意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信感共持境界，如明德宝，白往修来，喜心一行，自然感将所愿则得，国所行诸国欲究极，礼不萌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云已逝，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得信任，勿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国爱汝等，胜于父母念子，国于此事做国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念祸福德生，无为之安，无般泥丸，清道见面，人民常贵，不为众恶，五烧五重酒后者惧，汝等者相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格，弥勒菩萨合掌白言，世人恶果如是如是，佛皆慈爱悉度多知，受我崇拜，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一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其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因起希向，当日末次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念七合掌顶礼白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供侍众诸圣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生者已曾精进无量诸佛之众，得本如欲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做事于时，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巡，以阿弥陀佛出生光明及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为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界。
间乃至迷离七苦幽冥之处，其他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要浩瀚为见大嘴，彼国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佛光明妙显赫，只为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边，明显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及异形变，为是众宝庄严圣贤供主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一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自愿悲忍动土施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歇，何悉皆此心座上，欢喜快乐众尽情色，封喉乐器故古自然皆作古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自花香来与虚空三座供养，二十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之那由他国，以佛为例如对目前如今天也观音寻地女见子主亦复如是，悉主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座围绕娑婆只是数见第三十九二十佛告阿难及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全石林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我如见一切诸天上至色究竟天玉诸修罗殿摩刹婆，阿难对曰为然，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福，阿难对曰为然，以闻佛言汝见彼国进行之中有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便知十方供养诸佛国，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妙处虚空见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佛，只是白言如佛所说，一一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如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主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涅槃迦不着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天地一成第四十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之大神魂之无等无人最上生之于此诸智疑惑不信由心罪苦修其善人愿生其国，故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的广大不思议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心不与往生清净佛国，一智由于无所占据然有虚念不绝绝起善愿为本具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世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时而身形所作心智去向欲我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于己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设宅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宝不见菩萨，声闻声中其人智慧不明知经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心佛智乃至圣智断足疑惑心起善根作诸功德至心回向皆以七宝花中自然化生加突而作虚以自己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生者智慧胜负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师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数世之时无有智慧以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与王子得罪金币其中城楼起殿宝藏金床蓝装大座庙是其真与十一佛如转轮王而以金所聚集两足之脚王子名乐之火只是白眼佛也是尊彼又此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诸进城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需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心犹闻佛名起心心不随身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主花瞻犹如圆圆宫殿之小何以故彼中清净无处为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轻扰若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世尽矣然后乃至即得往亦无量寿处听闻经法久久一旦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逸多当知以或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师大力士故应当明清诸佛无上智慧只是白眼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已修障而不求生佛告知
生死此等众生智慧为心，分别西方不起天界，是以为乐，不求生灭，此次凡有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忏和灭轮回，佛眼一等所众善根不能迷相，不求佛为身作是乐人间福报，虽不求不求人天国得报，只是一切奉主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欲相救命，邪见业王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不见一世之人不重善根，但以世之重点真意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富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大无点，举相分别情止身中，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罗菩提，当生菩萨有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即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1菩萨，已经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佛刹诸菩萨得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远照佛刹有十八俱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1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应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意菩萨狮子菩萨离神菩萨得舍菩萨人王菩萨花藏菩萨不退菩萨当往生者莫数十百亿莫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已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成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已胜于七日中极能摄取百千亿劫大事所修坚固之法，此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已有791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道。此是汝班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过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过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列，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真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普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行生起有心，于此经中生道思想，欲令无量众生数其安处得不退转，即欲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菩萨圆满功德者，当起精进精持法轮，为求法故不生退去忏悔之心，摄入大火不应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轮，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面时，当有众生之诸善根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过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九当九者皆获善业，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行，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义门，由于此法不听闻不有一亿菩萨对长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萨及佛功德于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存之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成长，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读留此经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不生疑惑，当来知是经道命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住百岁，其有众生子师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是闻法能行此亦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此难终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之心清净永远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不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语，于我今语都无所亲，皆从恶道中来，主要为尽会当度多故，
心无力不信相而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非亦可欲能说法人依然开始坚固身心持意能超我今如理劝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不足如等作大所故为诸有情传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苦去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身我教当下于我当面是恩当面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解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学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是本第四十七二十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恶家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亦如盲人恒处安不能开导于他路为臣以佛子众生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土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我满三千成果威德心能超如来生广智慧海为佛以佛乃能知声闻意解思国自尽己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男子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情超普贤登彼岸是故佛闻诸知是因信佛教如是缘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人闻经佛意第四十八人是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恶千大有大义众生远离成佛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离无上菩提住不退转离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离无上菩提为什么八亿金使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千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各以一方次第成果同名妙音如来故有十方菩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俱之那由他人得受记法忍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十三千大千世界六重震动变现种种稀有神天放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愿出水洗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他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及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应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哈揭陀耶多帝耶阿阿弥利多佛阿弥利多悉檀婆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陀多帝耶阿阿弥利多婆阿弥利多悉檀婆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陀多帝耶他阿弥利多婆阿弥利多悉檀婆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